Ray TV， 大家过得好吗？我是 Ray， 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只还不错的脚架，这只脚架叫思睿的一个迷你脚架。那这个脚架呢，我之前想要买已经很久了，那但是因为我有购入其他款脚架嘛，所以就一直思考到底要不要再买这一只呢？那这只好用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它是可以接在桌子上面的，然后它的角度啊，可以做垂直的一个变化啦。你在开箱的时候啊，用这种脚架来开箱的话呢，会帮助很大。那所以呢，我就最后还是想一想，之后还是再多买了一只这个脚架来使用喽。那这只使用方式呢，其实蛮简单的。那我之后呢，再拍它分享这是怎么使用的方式，去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今天呢，就拍简单的开箱给大家看。I just wanna love you just